客厅实不装，沉稳又高级。一，不贴灰色亮面砖，冷冰冰没温度，而是贴暖色柔光砖，让家更有温度。二，不做无主灯吊顶，层高不够很压抑，而是做双眼皮吊顶，四周嵌入线性灯，搭配明装筒灯更大气。三，不刷灰色乳胶漆，家里灰蒙蒙，而是刷奶白色乳胶漆，温馨更明亮。四，不要阳台推拉门，难看又挡光，而是与客厅打通，阳光能直接洒进客厅。五，不做瓷砖踢脚线，厚重难打理，而是做极窄金属踢脚线，美观易清洁。六，不做岩板电视墙，造价高易过时，而是先做悬空电视柜，再用石膏板做悬浮电视墙，耐看更高级。七，插座不露在外面，线头太凌乱，而是隐藏抽屉中，提前预埋五菱管，线部外露更美观，底下不留卫生死角。八，不做复杂的沙发背景，费工又费钱，而是压口做圆弧造型，搭配射灯增加氛围感，搭配挂画更简约。九，不买转角沙发和方形茶几，客厅太拥挤，而是买直排沙发，搭配小圆几，平时能推到一边，方便孩子玩耍做手工。十，沙发旁边不装普通插座，而是装带 USB 的插座，方便日常手机充电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